主人要带二哈去狗肉馆，二哈直接破口大骂，太解气了。狗肉馆，走，我小包都背好了，走，包都背好了，啊，跟狗肉馆老板约好了，咱去卖狗肉去，走，走，卖狗肉，卖狗肉去，快点。哎呀，卖狗肉去了，你看看你，过来，我给你戴上链子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套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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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狗肉去，卖狗肉去，卖狗肉，走。哎呀，嘿嘿嘿，哎哎，卖狗肉去，马总，好不好？呀，你找我神干嘛？你找我神干嘛？人家不让，不想去是吧？不想去，那你不能拆我的绳啊！我说你狗链子就这一个啊。不过一个一个无所谓，反正你以后用不着了，好不好？狗肉馆的老板跟我联系好了。哎呀，今天的狗肉价格高，能卖个好价钱，好不好？马头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我就这一会儿不在家，你把家给我霍霍的啊！你看看你霍霍的马桶，你自己瞅瞅，这沙发招你惹你了啊？天天把家给我弄得跟个战场似的，干嘛呀？不情愿是吧？你刚才那股嚣张劲呢？来，跟我继续嚣张，继续嚣张，来嘛！走！哎呀，不怕不怕，你怕啥？你怕啥？你怕啥？来，你怕啥？我就问你，过来，250，一会儿不在家，你都把家给我霍霍成这个样子，啊？考虑到你在家经常惹祸，是不是？带你去体验一下不同的刺激，啊，去狗肉馆走一趟，好不好？到那儿说不定能碰到你老舅大姨啊，是吧？都有可能，好不好？走，狗肉馆，狗肉馆，我都跟老板说好了，快快，狗肉馆，呀呀，你跑，你往哪跑？你给我跑，走，墨迹，快点，上狗肉馆去不去？马桶，你别逼我啊！我拿刀，快点，到那儿我请你喝一碗狗肉汤，好不好？我包都准备好了，你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地儿，还是个长途嘞。好不好？走！你看你那熊样子呀，你啊，欺软怕硬。拆家的时候可嚣张，一说带你去狗肉馆呢，怂了，没有办法，怂了，咋整？你给我犟嘴，你再给我犟嘴！你250，你还骂我250，你还骂我250马桶，你自己看看，你看看你弄的，你看你弄的。不服就干，生死看淡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傻狗，那你去吧，去吧，让我背着包，走，必须帮你卖个好价钱，啊！完事之后呢，走之前先让你喝一碗狗肉汤，啃个狗大腿，我呢也狗肉配酒，越喝越有，好不好？咱俩欢乐愉快的合作，哎，以后也没有以后了，狗命就这一次，下辈子再合作吧，好不好？那傻狗。